交欢误死了这么多人，你就这般躲在扬州？是，他们都死了。没想到我还活着，没想到我还能出现在你眼前。一切如你所见，一切如我所见。经商也罢，都是我教你的。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。一定要留在扬州，我得让他知道有没有他燕子姐，我都能好好活着。
早就说可以破花魁，我们也可以试试。阿紫。